我是 LUDO 的 John Chen， 我要用一分钟来介绍 LUDO 的公司。就高中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做了一个在线的一个弱点分析系统，然后那时候发现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，还要帮助很多人他改善生活中的问题，然后我对这件事蛮有成就感的，所以很希望说自己可以利用年轻的时间去更多的解决这些问题，系统化的去让这些问题可以一直持续的被改善，所以才创立了 LUDO 这间公司。那我自己就很喜欢运动，那篮球、足球、棒球都很常做，但我发现运动它其实是一个学习成本非常高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希望说透过 AI 跟在线教育可以协助更多人他们更快的去学习到运动。那我很喜欢大前研的是因为我从高中一直就是他的书迷，然后从他 M 型社会这本书开始，我就一直在跟他学习说怎么样去剖析一个问题，从纵向横向怎么样去看一个问题，他在每个地方发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参考它去解决它。